这次呼吁正面牌的嘉宾们，请勿真的不要站在椅子上，真的不要站在椅子上。真的不要站在椅子上，直接跟各位讲比较快了。本场的救护车的工作是由我来担任，所以如果表演进行当中你要是受伤的话，你也得等我表演结束之后我才能送你下山，所以不要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，一年才刚刚开始而已。所以希望大家来到青云农场玩得快乐，但是要玩得平安健康，所以麻烦请遵守一下我们的安全规定。当然在表演进行当中，我们曾经在各位师傅主要表演有趣，所以当你在表演进行一开始的十五分钟，我们舞台正后方的厕所上管十五分钟的哈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的嘉宾们如果有需要的话，麻烦利用最后的三分钟哦，赶快上个洗手间哈，因为待会洗手间哈是要管控十五分钟的哈。我让你们。哎，就是。我们的表演其实算是开始了，因为葛兰先生年纪很大，八十几岁，他没有办法走到草坡的最上面，所以他只好要他的狗狗的员工哈，帮他把羊赶到我们的草坡最顶点哈。哎，所以各位来看一下哈，待会哈，我们的牧羊犬会把我们的羊群哈带到我们的草坡最顶点，也就各位左手边哈，草坡最顶点是一个柳山区哈，羊妹妹要到那个地方哈，做 stand by 的位置哈，我们的表演就要开始正式了哈。但是在表演开始以前，葛兰先生他现在他人不用走到那个草坡最顶点，他可以用他的动物，用他的狗狗，用他的牧羊犬来把这个羊群赶到最上面。其实说他年纪大，可能到那么夸张，八十岁了，只是要告诉大家，其实在国外赶羊他不用像我们在一般的卡通当中，我们的想法就是说要站在羊群的旁边赶羊，不用，其实你是可以很轻松的，可以很轻松的用动物来帮你做一个统筹一个羊群的一个动作。这里要在表演进程当中，葛兰先生今天会带了三只的牧羊犬出来的。他三只牧羊犬的体型啊，或者是工作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。待会我们在表演当中呢，会一一跟各位介绍。首先这一只，大家也可以想象，体型非常壮硕，而且他的工作当中一直哇哇叫不停。我们当年在表演当中告诉大家，为什么他的工作当中要一直叫、一直叫、一直叫，然后不断的给我做他的主人，他都是有一定的一个规矩。但是我们现在发现一个问题，羊群在最前面，狗狗在中间，有一只羊在最后面。很简单，我们一直在。他是学长的，学长挑战者哈，然后他马上主了，不是啦哈，你其实哈，迷途的羔羊是不是？不是啦哈，那只羊真的是老羊哈，为什么我会这样讲？有些羊它的年纪比较大，它非常的聪明，它知道它现在在表演，它知道它现在在干嘛，所以牧羊犬在那哇啦哇啦叫哈，它会站在旁边看的。有时候牧羊犬一个不注意哈，你就落掉一只羊在路中间了，然后你看看，现在那只羊在当牧羊犬哈，回头看看它的主人，我正在表演，它不上。当然哈。下雨天你也是要上去了哈，开玩笑，正式工作人员怎么可能会不要上去了哈？一样哈，我们看到牧羊犬发现说啊，糟糕了，我还有一只羊在后面，赶快回头来了哈，在我们草坡中间哈，转身插板给它赶上，不是打篮球了哈，转身赶快把这只羊给赶上去。当然现在我们狗狗更这个不是在表演的范围之内，哈哈哈哈哈，就算了，动物也不用太多的要求，还下雨了哈。但你看到没有，我们狗狗多专心啊，即便是在大便尿尿，他来回头看那只羊，你赶快往上走啊，等一下我大完你就死了啊，不是，你大完以后我就要把你赶上去了啊。好，这大便好像大便明显的，这就好像有便秘的感觉。经过几次的分离，其实刚刚在表演前面就知道了，这个草坡其实非常的陡峭，可是我们用动物园工你会发现真的它的速度很快，最后一只羊跟我们的牧羊犬它两个人他们胆识多恐，一个要往上走，一个要往下冲，两个人是不一样的，但是三晃两晃最后心不甘情不愿，我们那个老杨学长终于回到了草坡最顶点，结果呢，我们的狗狗员工更厉害了，所以
匆匆的赶下来了，哎，完全搞错时间了哈，还没有到那个时间，你把羊拉下来干什么？再来一次哈，冲上去了哈，哎，连学长都看不下去，好了好了，我上去，你不要再赶我。来接吻，来接吻，你帮忙一下好吗？来接吻，可不可以不要去？老板不要去。好的，随着雨势越来越大，我们的狗狗越来越大哈，两组人马越来越搞笑哈，越来越乱搞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我们还是发现一个问题，还是人类的员工比较可靠哈。哎，虽然动物的员工哎他们的体力很好哈，哎，但是基本上他们根本就是非常的天真，非常的活泼哈，哎，到处乱搞啊，对不对？各位不用紧张哈，这四十几只羊还有这只狗，待会表演结束之后，我们都会把它通通牵到我们的中餐厅哈。晚上希望大家一起来享啊，不是，哎，当然不行，这样太夸张了哈，就可以这样。不行了哈，好了，我们再训练一下哈。好了，我们的羊群已经到了我们草坡最顶点哈，已经来到了 standby 的位置哈。葛兰先生哈，现在把我们刚刚那只大狗狗给绑起来哈。我们的表演即将在一分钟以后马上就要开始了哈。